大家早安，今天好多事情啊，然后今天要去看腰，上次健身弄到了又一直没有好，后来去查那个医生，然后他跟我说那个我的腰呢，那个神经被压迫到了，所以我没办法做很重的体力活，去了以后他就讲咔咔咔，腰一下就好了。看完医生然后再去健身房，去健身房我要去 Costco， 我要去买一点酒，然后今天晚上我们就出发去 Palm Springs 啦，但是你们还不知道跟谁吧，一会儿晚一点给你们看，给大家看一看出去旅游的日常。没出手机我觉得真的是过度曝光不好用，然后呢就是电池，很多电池，各种电池。这个是飞机的，有朋友问我的飞机是什么，我的飞机就是 Mavic Pro， 是大疆的，还蛮好用的，这样子折起来就很小一个了。但是现在出了一个叫 Mavic Air， 我觉得很棒，而且会便宜一些，如果让我再买我应该会买 Mavic Air。 这边是稳定器，这是自云的，也很好用，但是晚一点再用吧。然后呢看一看永远在行李箱上面的小公主江江，你真可爱。终于到家了，买了这个软化衣服的，然后买了几瓶酒，晚上可以带去 Palm Springs 喝。然后我的小车车，看看谁来家里了，两个人开始狂撸吗？哇，江江好重，哇，他还蛮能抱的，一般挺短都抱不动。他会骑你的？你看他的脚，他转。您在小片里面提到转。出发啦！你手在抖吧？我们要出发，出去碰 spring。开心旅行咯，后备箱好夸张，我们来吃小时代了啊，第一顿快饿死了，快吃快吃，我们先快动了，我真的快饿死了，都快饿死了。太坑爹了，本来订了一家很漂亮的那种有点希腊风格的酒店，开到这里连晚上都11点过了，结果去，然后他们酒店就是前台已经关门都没有人，有个保安大哥说，这里有两个钥匙，但是不是给你们的，名字不一样，然后就发现是 booking 可能弄错，或者两边反正有问题，所以酒店不是我们的，我就临时订了隔壁的一个酒店，明天再去住那家，因为他今天晚上已经住满没有房间了。关键是我们还看到了一对网红要住那个酒店，今天就暂时住在这一家叫 ACE 的酒店，然后明天再换去另外一家酒店啊。现在已经几点钟了？现在已经12点了吧？12点了，对，我们才进来。好事多磨是吗？对，两边都不给说法，酒店把球扔给 booking 把球扔给酒店，都说不是自己的错。那我天气好好哟，哇！大家早安。啊，可以直接放车上吗？后面小了。可以。其实这里看起来今天天气很好，不过现在有点冷。看后面的山，好闪亮的裤子。我们快吃早饭啦。然后呢，就查了一个这边好像很有名的吃饭的地方。你们俩在干嘛？我的妈呀！我都不好意思 vlog。然后就是感觉这里应该很好吃，很老式，全部都是婆婆爷爷在这边等待。我们点的菜点了蛮久了，还没有来，快饿死了。他们这里好忙哦，都是老爷爷老奶奶。吃饭喽！可以吃三顿。金丝的沙拉。怎么搭一个盘？放那么大个盘，这样大的盘。你看拍照片的金叔，就看到你的小酒窝，像林俊杰。小酒窝长睫毛，是你最美的记号，我每天睡不着，想念你。哇，你给我切的吗？不用，5分钟就，我觉得2分钟就好了。哇，吃好了，而且它是重的耶。哦，先这个，先这样。那我把这个也带过去给他一起冲吧。对对对对对，你都给他吧。那个巨型的 floaty， oh yeah。我们在泳池。真的，而且又晒得又舒服。他已经困得不行了。睡了吗？
看美姑，套中了吗？哇，我们的彩虹，这小孩也太激动了吧！他已经订了很久，我跟你讲。哇，好开心他们，我也要去玩。后面的彩虹，下面全部都是小朋友，然后他们在套圈吧，看到迪伦在水里挣扎吗？准备去玩彩虹。我们的玩具已然成为他们的小天敌。拍照现场，哇，这才是就是最好的男朋友，就这里。你帮他拉着一下。哇，好漂亮啊！我拉了两个坏的，那边也是。看一下这位小姐，已经看不到她了。Hello， 吃火锅了。你Hello，我是谁？我在哪？哎，她已经被晒到不行了，这也太爽了。这个也太好看了，哪个看得到吗？看不到吧，这应该看不到，它应该会有点黑黑。我们刚刚入住了这家叫 Krakia 的酒店，这鸟叫的也太大声了吧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在准备要洗澡，洗澡之前先跟大家看一下 room tour。 看，这些是我们的阳台，我们是这样走楼梯上来的，然后上来了之后呢，就是我们的阳台，这里有只叫做 Sasha 的猫咪。然后进来之后，有人正在专心的研究他的相机。这里应该就是一个就是像简单的厨房啊什么的，它景色真的超级好，就可以看到对面山上的那些房子啊什么的，一望无际，很爽。然后这里呢也可以看到楼下的泳池，我觉得感觉很像家庭式的一个酒店，就所有东西都小小的，感觉很棒哦。好，然后这样吧，你们就要看到这个房间的全貌咯。哒啦，它其实很简单，但就是感觉很有年代感觉。这边有一个画架，这边还有不知道谁画了一个什么画，然后这边就是一个放满了书的一个架子，床在这边，耶、yeah ！然后这里有一个小衣柜，这边就是一个小的衣橱，然后呢那边一样也有一个小的衣橱，里面要放浴袍什么的。然后给你们看这边哦，有一个小的一个 corner， 可以两个人坐在这里可能喝个茶什么的。那你看这些阳光洒进来的感觉，哇，好棒。然后客厅再过来，这边这个大门是可以打开的，我刚才已经打开了，因为我想要 Sasha 进来，不过他好像不想理我。嘿 Sasha， 哦，他居然倒下了，太可爱了。他厕所就在小小的，我已经把我的东西都放在那里了。然后呢，这是他的浴室，他这个好可爱，他用的全部都是那个 Lalabo 家的，而且是我很喜欢的这个味道 Santal 33。好，看一下这个浴室，好小哟，我感觉迪伦在里面应该翻不过身吧。我这边有个窗户，可以看到外面。好了，我先洗澡，洗了澡完再跟大家说。哇，吃个辣海苔，好爽啊！好吧，吃一个。这里出现了一个诡异的人。应该可以吧？你这个诡异的人，我这里发现了一只猫。嗨 ，Hello， 你在干嘛？在挠痒痒。你怎么躲在这里？你会不会咬我？下来了。下来了。哇，好厉害！是吗？你好厉害。你这颗要扣它吗？我掏钱，你扣。你不要，你脖子要动，而且你有胡子。不行，他们俩好好笑哦。不行，我要笑死。你们不要看镜头，你们就自然一点，对对看，或者挽着手往前走的感觉。我也觉得做的一切都好做的。他看起来 Vicky 就是那种啊，好好吃这种表情。这样其实还挺可爱的。
我怎么那么不适合拍照啊？艺术照就各种尴尬，我一拍艺术就变成僵尸了。你看他后面拍的多自然，我觉得录像我还没什么。就一拍照要盯起来了就很奇怪了。我们刚回家，然后看谁坐在我们的沙发上。Sasha， 你很舒服是不是？嗯，哎呀，好乖啊他。哇，他舒服了。嗯，哦，他好舒服，我的妈，他好乖，你看他的爪爪，他的爪爪。你看他说你把我赶走了。看看这俩的情侣装，好乖。你要穿个外套吗？外套在车上。我有钱包呀，我有钱包就够了呀。哦，好好好，那你拿着嘛。但我哎，我想，我一直想问你，我应该看哪呢？看这里啊。啊，看这呀。嗯。你要去看镜头。哦。怪不得我一直觉得我录出来就眼睛没有看那个地方的感觉。而且很多人他们拍视频呢，就我给他们录吧，你给他们录吧。所以大家要说，哎，那个博主都不看一下镜头。Let's go， 吃饭去了。耶、yeah. 我们又来这里了啊！还记得当时来 Palm Springs 的时候，一周年那个视频，我们来这边逛那个夜市吗？就是这条街，我们又来逛同样的街，再走一遍。Going upstairs. I like. 我以为是 Vicky Soups， 像不像 Vicky Soups？ 等了很久都还没吃到东西，看看每个人饥饿的眼神，特别是这个人，太饿了，哇，好爽啊！我好饿啊，快饿爆了。我们点了这个是鸡翅，点了什么呀？哦 ，mushroom， 然后这个生蚝，土豆片。Cheers， 干杯！可以吃饭了 ，Oh my god！ 干嘛？哇，好棒啊！你怎么会点那个沙拉？你看我们，哇，海鲜一条。然后我跟金叔点的是一样的，看我的就行了。开动吧 ，juicy， 开心。吃完了吗？大家都说 Vicky 吃的多，你们看看我们在吃什么，然后你看他在吃什么，这怎么胖得起来？他只是吃的次数多。这好吃，回去喽，然后。猫不见了，我们要喝酒啦！金叔搞了一只猫回来。嗨，沙虾。我现在给金叔吃这个辣椒，嘿嘿嘿嘿，我把它放在这个上面。够吗？够。够了吗？够。你要觉得你勇的话，你可以再来一点。好了，我觉得很勇了，你很勇了。三二一。金叔吃了，你们辣吗？你就告诉我辣不辣？这么辣吗？很辣的。哇哇！我跟你说，当时我吃完那个多了，我辣了15分钟，15分钟就好了。蘑菇你要吃？他吃了很多，你那点应该好还好。这么多就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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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了。金叔沾了好多。我已经慢慢的从小的变成大的了，嘿嘿嘿。我可能不是很敢。好幼稚啊！你在干嘛？不泡面，有吗？哦，反正叫你要吃黑台。我不吃。他是蛮挑的。叫你要吃，拜拜，拜拜。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是我们在 Palm Springs 的第二天，然后我现在起得比较早一点，8点，我们准备10点钟吃饭。我想要给大家录一个，就是 Get Ready With Me， 它是这个酒店的猫猫，叫做 Sasha， 然后它很喜欢我们房间，我早上起来一开门，它就进来了，它好乖呀，Sasha。酒店有附带早餐，还不错，还挺好看的。我们两个先到。
然后他们两个还在上面收拾。今天我们还不知道干嘛，不过我们决定要在这边 Palm Spring 再多待一天。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是 Palm Spring 的第三天了。都忘记，我觉得你都没有怎么了。种种的。我录了的。今天我们来吃早饭了，这是这个酒店的，就是自己送的那种早餐。我点了一个 pancake， 姑点了一个酸奶吧。然后这两位男士吃的是 avocado toast。真的好配合，对，我觉得他是博主气质，超级美啊！这地方好可爱，好好吃。你看我后面 hold cousin， 然后看这小院子，超级无敌可爱。哇，我这个也蛮好吃，其实我就吃了片香蕉。香蕉怎么会不好吃吗？现场拍照教学。角落里，对，但是也不要把它砍掉。啊，我们现在要走了。这边给大家看这酒店，现在正好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进来它，我感觉它还蛮就是有一点点，我也不知道什么风格。一进来就是水池，里面有这种漂亮的鲜花，然后进来的话，它这里就是它的大堂，什么都真的很美，然后有这样的水，每次也可以进来接新鲜的，然后再进来就可以看到它的哦泳池，它泳池还蛮嗨的，就是小小的很家庭式的民宿感觉的泳池，大家都在这里晒太阳，到处都是花，然后 palm trees 那边也是房间啊什么的，然后这里呢就到处都是这种可以躺的这种小床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姑在干嘛，姑在收拾东西，每个房间都有个名字，他们这个叫 Casablanca Studio， 还蛮好看的，就很简约风格，哈哈哈，他们的小房间，这是他们的厕所。我的这个头发也太乱了吧，要走了哟，我们现在去九族山，他想去很久了，一不小心就上镜了，我要带一不小心就现在太狼狈了。来大家看我的路，哇，金叔已经入迷。哇，哇，好漂亮的湖啊！我感觉他冲向我们了。来吧，让他跟着我们拍。哎，天，那是天空中它的划痕吗？哦，不是，那是另外一架飞机。我们现在停下来要去上厕所，因为我跟姑都很尿急，然后来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，我不知道会不会上，可以上厕所吗？突然路过的火车好响哦，随便一样都可以拍，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，还有特殊的魔力。这时候旁边就会有字幕是不是？对，打在旁边。 OK， 我觉得够了，我的哈奇头好好吃啊，姑好像买了一个什么椰子棒冰之类的，好好吃啊，你要吗？金叔跟蘑菇好有爱哦，蘑菇每次下这种车就高的这个呢，金叔都把它抱下去了，不过只有姑那么瘦的金叔才抱得动，像我这种也没人能抱得动。我抱得动啊。我们无意间走到了这边一个 Salt Lake， 对，然后我们现在下来我们大家都在互拍嘛，然后去看一下，你看那边的海，你们看到吗？好，我们去摸一摸这个水，看看温度怎么样。等一下啊、哦，我先试试这个，还好啊。哇，好咸。拍完了，这地方太值得拍了，就是天然的
摄影棚，随便找一个地方都可以拍出不错的片子这样。但是啊，真的太热了，要被烤成咸鱼了，我要上车了。我们终于来吃到这家餐厅了，好像很有名。快点，就在后面一页，就是砂锅后还有寿司。所以他这里可以选，那我就是正常的呷哺呷哺好。开心吗？啊，终于吃到了吧。我点了一个这个啤酒，瓶子好像杜威，杜威，然后它很酸呢，还蛮好喝的。哎，我好喜欢喝啤酒哦。金叔已经迫不及待。你是不是也不能吃啊？看看这个鸡翅，看起来好好吃哟。怎么形容呢？就是有蒜味，酱油，东西都上齐啦。看一看这个肉，觉得吗？哇塞，漂亮！那可以了吧？嗯。哇，它的肉很香。我要开动啦！哎，一早上起来了，这是我们住的 B&B 住的。Airbnb， 哇，今天好热啊！这里有个蜂鸟。昨天就出山喷的，好厉害，很棒吧？嗯。大家早上好，戴了一个猪的帽子，哇，看我的高光！我现在准备去吃早饭啦。咦，我们居然找到了这边一个感觉是小的可以逛的那种地方，然后过来吃饭。看姑给我的小包包，我觉得好乖呀、啊！耶，哇，好热。走慢带路呀，他在药铺上面找到的一家吃早饭的地方。哦耶，我们来进来餐厅啦，这家等了45分钟，感觉还蛮好吃的。来了，来三明治。你的 burger 吧长得香，然后我的是班尼迪克蛋加土豆，然后哇你抹了好多喝 ketchup， 然后金叔的没有，哈哈。然后我们还点了一个这个香蕉的焦糖 pancake， 但就是他吃这种啊，哇好爽。我们来到了一个啊、哦、就是一个仙人掌花园，我们现在刚刚到耶，开心。我本来想跟你一起录个双下巴的，大头有双下巴有吗？没看到，就是叫这个 Morton Botanic Garden， 快看的话进来了，全部都是仙人掌，到处都是，好激动，哇好乖啊，怎么这么乖，还这么大的，这个好大一颗啊，哇好多仙人掌啊，好激动，我们在仙人掌森林感觉，对，嗷嗷嗷，他们是真的要狙我了，所以我要小心一点。哇哦，这里面稍微凉快一点点，好多仙人掌，嘎嘎嘎嘎嘎。你别吃到自己了，大便了吗？哇，这里居然有只小乌龟，老乌龟哦，它害羞了，它躲起来了啊！你不要跑嘛！哇，它伸进去了，哇哦，哇，它行动很快，它哪里慢了？我想说，它在绕操场跑步吗？它应该在 workout。你看那只小的，看到吗？它在绕圈跑。看这么长的仙人掌，这么高，都高成这样了，我的妈！已经出来那个仙人掌园，然后现在在开回去的路上。酱酱乖乖，哎，酱酱，酱酱，啊，乖乖乖乖乖乖乖，干嘛嘛？我给刀吃的，好不好？酱酱好激动，你怎么这么激动嘛？哇，吃到不行，哇，吃的咕咕咕。小蘑菇牛牛他们都很喜欢吃这个，对啊，猫都很，猫的最爱，对，他们不能拒绝这个东西，我都觉得我都很，你看它。你看他，你手都在跑了。他说你给我拿下来。我们已经回到二万家里了，然后有金叔和蘑菇在我们家，聚众吸猫现场。哈哈哈，拜拜拜拜。好饿。好饿，我想吃拌饭。好。怎么办？我觉得我真的长胖了耶，还是我有点肿。我觉得我穿这个裤子的大腿好紧啊，我原来没有这样。哎呀，没录到，刚才金叔在跟人家说韩语，帅啊、太帅了。哎。
我们又在来吃一家了。姑姑看到我吃的这个辣拌冷面很好吃，她就也点了一个，真的很好吃。从来没有在雪浓汤里面放过辣酱，哇，就变成辣牛肉汤那种了。这个人照样的牛肉石锅拌饭，我也感受到，所以感觉也没有很红啊，我以为会变成红色。我要看他怎么吃，我待会儿要尝一下，希望会很好吃。所以还没有刚才好吃。你喝。但是对，但是好好喝，新上的菜，然后我们点一个来吃，我们真的太能吃了，我觉得。回家了，大家看看我的装备，今天去钓鱼，我们四个人钓了四个小时，零条鱼，哦耶，非常的烦人，唉，钓鱼就是争那一口气。你还说你吃，就是说，你吃个面包的，我吃了两个面包。那你还什么都没吃？我一天就两个面包都吃，这叫吃东西啊？对呀。然后呢，你看看，看看，哎，你这个臭粑粑，这个臭粑粑，看镜头。然后今天去修了相机，这个相机有个毛病，就是它后面有两个螺丝经常会掉下来，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过这种情况。幸好我们住的离家人的那个维修中心比较近，然后五分钟那个人就帮我修好了，没有要钱，已经去修两次了，都快认识我了，耶、yeah, ，开心！你在开心什么？我今天办了好多事情啊，现在在弄点吃的，我觉得我要减肥了，因为跟姑在一起太久了，她真的太瘦了，我觉得自己好胖呀。今天一天都在想他们，我觉得很神奇。昨天晚上跟他们吃完饭之后。然后他们在我们家待了一会儿就去机场了，他们就回国了，然后感觉今天好失落，可能也是因为从 vacation 就是出去玩了回来，然后就觉得，然后就很想他们，他们真的是就是很好很好的一对 CP。 姑很可爱，然后人也非常好，然后叔呢是一个非常照顾别人的人，他比我小，但是我感觉他总是觉得自己是里面的大哥，然后他把大家都照顾得很好。我们去那边的全程都是他开车，主要是因为他租的车了，然后他就想说他自己要一直开着，他不让我们任何一个人开基本上，然后就很辛苦，然后他又会把大家都照顾得很好，然后他跟姑两个人呢也很甜蜜，然后我们就互相撒狗粮，然后反正跟他们在一起就很开心。其实跟他们认识真的还不到三个月，但是就是觉得好像认识了很久的感觉。唉，期待他们下次赶快再过来，希望姑以后每一期拍衣服都到 LA 来拍。Good morning， 大家早上好。因为昨天相机就是因为出去玩的时候昨天相机不是坏了嘛，然后昨天就留在家里给他修，然后就没有办法 vlog。 不过今天我的相机又回来了，我又可以给大家 vlog 了。看我的小包包，这是姑给我的，好可爱，它又是一个什么韩国牌子的。嘴角就又长了一个痘痘，好痛。今天星期六了，然后我忘记我们的那个商店明天休息，因为明天是复活节，然后因为我上班的那个 mall 就是超级的 catholic， 所以明天星期天复活节整个 mall 都关门，我们也休息一天，好开心啊。这样我就有机会给大家录一个近期的购物分享，因为最近真的还买了挺多东西的，然后看可不可以拍三月爱用品。大家早上好，一下车子。今天是复活节，所以今天我们整个mall都关门然后休息，所以今天准备要跟大家录个视频，结果我都准备要开始录了，发现我把我的相机忘在车上了。那我现在刚拿到相机，准备回去给大家拍视频啦，祝大家复活节快乐。我拍完视频可能已经半个小时了，我就一直瘫在沙发上啊，不想收拾我的烂摊子啊，我要起来了啊，起来把所有东西都收好。今天复活节的，本来以为迪伦今天晚班，然后我们下午可以出去干个什么的，结果他早班，他已经走了，丢下我一个人在家，我要干什么呢？看看我的腿，我终于出门了，这个人下班回家，我们准备去吃韩国烤肉，我这一天没出门了。下午拍了视频，我困到不行，所以我在床上。你知道最近很流行一个什么吗？就是我躲在后面。嘿，加油！哇！好饿啊！来吃饭喽，耶！我们平时其实来的还蛮少的，因为他每次人都排队好多啊，但是今天很晚了，我希望他没有人排队，耶，他没有人的，没有人，开心。哦耶，谢谢。每次来这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汤，超级无敌好喝，棒棒棒。哇，上肉了上肉了，是不是有点爽？开心吗？
了。Hello。哎。开心吗？开心啊。吃肉了。我放这个 radish， 然后我加点肉。过来，蘸点这个酱，蘸点盐，放过来，然后全部塞进嘴里。看你吃饭好香哟，这是我最爱的肉，哇，好爽！哎，你让他给你拿这个筷子，他用不来这种筷子，这种扁扁的筷子他不太会用。这个是我最爱的肉，就超级好啊！我先就这样吃一坨吧，好好吃啊！我的盒饭到了，耶！我喜欢吃这个，这个人还在狂吃肉，哈哈，他新的这个肉感觉很好吃，吃着烤肉，然后店里还放着我很喜欢的歌，气氛好好，好开心，耶！太困了，太困了啊！今天早上完全起不来的感觉，太痛苦了。昨天晚上我调好了闹钟，起来抢妈咪的心上心啊！我真的以后我觉得我抢不了了，太困了，而且可能因为我自己心里面有事吧，所以晚上就也睡不好。然后晚上没睡好呢，早上就要起床的时候，真的特别特别痛苦。我要去上班了。先去买个咖啡喝，实在是，啊，电梯又罢工，我怎么感觉这个电梯都坏了一个星期了，有没有人修一下呀？我感觉我又要去做指甲了，我觉得每次女生就是要做指甲，然后做头发，真的很累，然后要花时间，烦。好的好的，我不说了，先开车车，到了再跟大家讲。Hello， 大家要下班啦，现在是7:18。我今天带妆可能已经快12个小时了吧。嗯，就这儿妈你，我觉得它很好的是，感觉它稍微还比较油一点，所以看我的法令纹不会出那个基线，嘿嘿嘿嘿。虽然我就是还是笑很多嘛，但是法令纹这个地方还好，不像那种非常干的那种 full coverage 的 foundation， 像 double wear 都会比较容易出基线。今天早上化妆的时候，我在看 Jeffree Star 视频，他在做那个美宝莲24小时新的那个什么粉底，就是又是 full coverage， 哇，看起来妆效很棒哎，然后又很想要撕，哎，好，那我准备开车回家啦。Dylan 说今天晚上吃饺子。今天煮了一个新的泡面，韩式刀削面，哇，煮出来长这样，然后我剪了一些海苔进去，感觉好好吃哟。Are you ready? 快 go. I'm ready. 给正在剪视频的迪伦同学。哇，这看起来太棒了吧！我加了一点海苔。新的 vlog 即将出现，看看这是谁。Is good? No. 好吃，有点咸啊，因为水放少了，加点水吧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好吃哟，好久没吃过泡面了，这个泡面感觉特别的筋斗，嗯，还可以哈，嗯，哇，加的海苔好好吃啊，泡在这个汤里。好啦，这周的 vlog 就到这里，是不是很丰富呢？希望大家还喜欢，我们下周再见吧，拜拜。其实这是我今天晚上炫录的，迪伦同学已经去上班了，所以只有我一个人跟大家说拜拜。